이 사실을 알고 있다. 我这手魔抗有什么用呢？ 完全是一点用都没。 여기 마음에 드는데? 그냥 느낌이 不能推线打他们这个。你看，这对面 AD 只A了我一下，我被小兵打了七八十滴血。哎，一啊，没学一吗？哦，刚刚一下这 AD 炸了，被打一瓶药了。 他学了一呀，能打不一呢？我靠，这还弄一个兵！哎，一他哇，什么意思啊？不行，我这个不是钻石分段吗？怎么感觉？ 帮忙啊，确实。怎么回事？中路被单杀，上路也被单杀。 闪现点上 A 死了！哇，还是锤石的人头，我操，亏死了！别上就好了，不过他这波上了，我只能上了，我不上他打不死他。哎，好可惜。 这波第一时间没上就算了，后面还是不该去的。这波打野肯定会来的太久了，这波还是挺亏的 ，AD 还有闪吗？哦，没闪了用。咱们这分段好像还没有到一个很专业的水平。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我打团是不是可以一抽五呢？我拭目以待一下。哎，先放回来，放回来搂他。放回来有一个坏处就是我没有办法换血。你在干啥？
먹이를 주든가 스스로 먹이가 되든가 啊，刚刚上波没用闪，这波用。啊！啊！啊！队友杀回来了。有闪吗？啊，没有，他没死你的。这机器人坏蛋，跑去闪别队友去了。27个刀，我不知道我的队友能不能看到这个信号。如果看到的话，他们应该还是很有信心可以拿下这一局。瘫痪，这波补刀。不用亏，反正补不到了。空一波一起进去。변화하는세상속에서우린스스로의방향을결정해야해干嘛呢？你有没有什么过来？兄弟玩的挺快乐的，我觉着。他不走就算了，他还要过来打我，你们知道吗？我跟你们说，这个机器人不来啊，机器人不来，这个螳螂会死。我手上捏了个治疗的。是出推推棒还是出这个呀？就出这个吧。啊，这补刀，美如画啊！还行，我们上路稳住了，对线现在还是压制着对面。现在的 AD 都这么难玩了，两边的辅助根本就不带下路的。哎哎哎，这个兵线，哎！别，哥，拜托了。两层要叫吗？叫一下。
突然没视野，他装备太差了，再怎么修都不可能打得过我的。我 A 他一下，他相当于要 A 我两下。还要去杀，那我去中吧。我中不太好啊，容易被逮，而左一爆发的。明显저기리치나이트도있습니다이차보스는그의방식대로사냥을치르다有眼啊！机器人转我们家做了一圈屎。哇，这上野好像有点差呀，给他们点时间。
行，我们两条路，因为没能能发育。等我这盘来个三件套四件套，打他们就痛了。现在我的装备还不算好，可我不能去边线就有点尴尬，我去边线早就把这个塔推掉了。在中路的话，对面支援太简单了，打野跟机器人，然后左翼也只能去这个中路。你看这个人又来上了，他早点让我去上路，他去下路跟那个 AD 发育的话会好一点，我们分线有点问题。随时来跟着我，这波再带他们。守也守不住啊。亚瑟多，在点头响，等一下，我还没吃完，我还没吃完呢。打得显得我们好笨啊。为什么要去打大龙啊？这个左翼，天哪！哇，这波我们慢慢打能杀完的，为什么这个左翼要站前面去打大龙呢？把我们这边这个人马搞死了。
打不了了，对面不是正常发育的那个酒桶，你们知道吗？中路也不是正常发育。这不，如果两边是正常发育的，我们可以打。对面这个中路跟酒桶两个满血冲过来，我们顶不住的。直接出来破克一下，他们会急的，因为他们那个中路跟上路那么肥，全技能，他们会着急的。结果是我们这边的人急了，先是左翼进去被龙喷成空血，然后这人马也进去了，白送的。这种也没办法，没有沟通。这个彗星分散了啊，怎么办呢？现在呢？快快，一个 Q， 一个 Q 败一下，还行。哎，我本来补刀也挺多的，发育也挺好的，这两波。发育有点影响，好了，把那把线带一下，一定没有，不能带，全部都当了。搞他们！这人马还去下路带了，我真惊了，我都不敢去。拍了跑啊，追一下呀，给点空间啊。哎，有人 TP 了吗？酒桶 TP 了。
来吧，我们这人马好像现在心态比较慢。哎，这边没打，好消息啊。这酒桶这么有闪。我们现在打他很难打，很难打。是酒桶、螳螂加中路，这三个人能顶很久很久。是神仙，这波纳尔救我救的挺到位的，不然我也死了。我们这边打盘太难了，这打野是不知道玩着玩着怎么玩成那个0-8，是有点怪的。我觉得中路是很尽力的，纳尔是被玩的心态崩了。行打，对面这个那三个还有的救啊。这波可以打他大，关键双 C 死。杀四个吗？那对面没了呀，他也死了。哇，这波我收四个，两个大人头。这把姆锤石打的也挺好的，几波团战我看他都能够到螳螂。为什么我们的人马这搁这像个演员啊？
这一直在线什么意思啊？我们推啊！我六神装了，拿大龙了，够，不够。中路中亚，上路中亚，没有人有中亚。如果是闪现哥我就死了，但是我上一波看他的时候他是没闪，但是他这波有闪，吓死人。这波我被他闪现哥真的出大事，四龙没了，就这唐唐怎么又被攻了呀，这边炸了呀，啊这么巧吗？哇我正好 R 过去的时候他撞了我一下，我靠好巧，菜都凉了。